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。特よ。カイ車にくいぬい。マーシーの。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。今天来到现场是这台2016年的 QX50， 然后这个当初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，它是这个 EX 的后代。这个车我也开了一个礼拜了，我觉得对它的印象感觉还不错。首先看一下哈，它当初这个附有 LED 的日行灯，那保杆下缘呢，防刮材质也有前面的雷达，然后还带着这个金属色的烤漆。那小改款的时候把这个水箱护罩已经改成这个网状，带这个镀铬边框，看起来就比较有这个杀气的感觉。这个引擎啊，当初是这个 VQ37 嘛，这个叫做日产明基全铝合金打造的引擎，它这个已经连续13年得到这个十大引擎的大赏。这个引擎就跟我们之前的 370Z 是不是？用膝盖想也知道，这个拉转速一定很快，而且它排气管的声浪一定是非常的好听。3696cc， 一年的税金要38000块钱。当时哦，它新车的价格是199万，马力好像325匹，扭力是37公斤米的扭力，双色切削的一个铝圈，哎。这个颜色有没有？我们上一集在讲到欧豆昂枣红色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要给予它一个比较提升它价值感的名字，叫做暗夜红。不要小看这个暗夜红，当时这个叫 demo 色 ，Catalogo 上面的颜色。然后侧裙也带了一个金属的一个装饰哈。我想这台车它的所有的细节都做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，就是有一种让你买到的东西是超过它的价格的。我觉得价值感蛮提升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其实哦，如果观众朋友在做功课的话，其实200万左右，你要买一台新的休旅车款，其实选择性不多。某一次我恍然大悟的发现，你在200万内要买一台差不多这个车格的 Lexus 上面你找不到哦，也因为这样，其实抢走蛮多这个200万以内的订单。后倒车雷达几颗？两颗，还看只有两颗哦。不过这台是因为它有搭配环境系统。所以还好，下层有金属烤漆色搭配双柱尾管。好，我们打开下后车厢啊，比较可惜哦，没有电动尾门。然后你看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蛮赞赏。你看它这个握把超有质感，而且它这个布啊，还不是随随便便给你的布哦，它给你的是那种厚的帆布。还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，你看它这边有这个按钮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按哦，好，我先按哦，好，你往前按。哦，它可以自动收回来哦，超酷好不好？这个比起一般我们之前看过很多30的啦什么，它这边做一个拉柄，只能倒不能升，方便多了。那后面呢，它这个车全车一样 BOSS 重低音，欸，它的 BOSS 重低音的寸数比较大，你们发现好，所以它也是一个有平整式的设计啦。那基本上这个车我开起来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是一般上下代步，因为它的轴距齁在这一代好像拉到2880mm 嘛，所以其实它室内的空间针对一般的家庭来讲的话很够用。我以前开 FS35 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大的觉得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太大麦啊，又胖又大，然后真的停车很不容易，很麻烦。开起来是一台会让你有觉得有压力的车子，但这台车开起来完全没有。等一下再带大家出去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室内。好，看一下室内。哎，要拍了，为什么不把它拿掉？干那这个飘飘屌啊，是宋阿小。哎，我知啊，我跟你讲。这电子，我来讲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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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来你讲，这个电子我知。喂，你看这么轻薄，你看，我们看这个网状，一看就知道它很透气，而且这个安装很方便。你看我把这个有没有直接用穿的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套进去啊，直接套进去就好。哇，安内后啊，另外有没有装好了？而且我跟你讲，阿泰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知啊啦，我知啊，这一定是那个电冷的，对不对？按摩坐垫，按摩坐垫，凉风加大版震动按摩坐垫，凉风加大版按摩通风坐垫，震动按摩坐垫，震动按摩坐垫，对，置入就是来那么突然，因为我也刚才发现，我跟你讲，凉风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台车当初美规只有配电热椅，没有配电冷椅，刚刚好。我不是说我开这车一个礼拜吗？这个一个礼拜，我老是觉得天气热，虽然前面冷气吹很凉，背都觉得热，屁股也觉得热，底层有没有压起来？哇，刚刚好，来了一个这个什么凉风
在加大版，凉风加大版，震动按摩坐垫，对不对？刚刚好，幸福又来那么突然，我们马上就试用一下。安怎用？来，梁姐，专利超强回旋风流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我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控制很简单，一个 Air， 一个 Massage， 有没有？嗯，好，非常浅显易懂。Air 按下去，还有三段。哦，水凉呢，可三段调整风力，所以有三段。它三段是落风，三段落风不用，我用抢的就好了。现在刚好天气正热，我要用最强的。那换下一点，三 D 透气网成凉感循环。有啊，我都有讲啊，你看，伊这一点就透气的啊，伊这个不织布大康的有无？哎，而且它又做得很薄，所以真的这个应该是真的是蛮透气的。对，轻巧移动，适用各种座椅。刚试过了嘛，很好装，对不对？套起来就好了嘛。每台车都可以。对，每台车都可以用，不错。比前一代更宽更长，从车充变成 USB， 使用范围更广。它对了，它这个是这个 USB 的啦。它上一代是那种显烟器的，所以现在改成 USB 就比较方便。哎，这真的有凉呢。我来，我骑过马萨举，来。哎，有震动呢。有吗？都有。第二我的这个。椎间盘加，那马杀鸡有段数吗？我看看。哦，没有，它的马杀鸡就只有一段而已。要我模仿吗？听起来蛮大力的。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啦，它你说它大力其实还好，它就是有一个震动啦。好、哦，但是它就是我觉得与其哎、欸，它变模式呢、欸，它自己变了，现在变哎，刚刚是哎，对不对？我职业模仿震动的，哇，就变了。模仿了三个不一样的，你有发现吗？知道当中的差异吗？可以感受到吗？与其你说要真的说按摩，我倒觉得是说，如果真的你在开车疲惫的时候，因为你长久没有办法换姿势，或是想睡觉，骑累，好不好？啊，很舒服，按困如钉。没有啊，这会起一个提醒身体要醒来的一个作用。这今天这类的无凉啊，按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一秒钟马上凉。一按即凉，一按即凉，背脊发凉。好啦，反正这个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你就看这个说明栏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们谢谢干爹，这个塔库哟，这大白柱呢，做按摩椅一卡十几万这种的呢。好啊，这个正片开始。啊，为了要让大家比较方便看这个车子，我们还是暂时介绍的时候先把电源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钱我就收下了。好，驾驶座有十项的电动椅，我有看它原厂的这个叙述啊，他说这个叫做椅子的车缝的一个编排方式，像什么的和服，和服，日本和服式的一种车缝线造型。然后它这个是这样哈、哦，我们现在是发动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把它熄火之后，椅子会往后退，让你好下车，好上车。那你上车一样，它这有一根北蓝的设计，钥匙有没有？晶片钥匙，等同 GT 啊，晶片钥匙。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公司有那 Porsche 钥匙有没有？好，你下班你就跟我借，我借你没关系，就带去夜店丢着。跟妹喝完之后说啊，这个今天有喝酒，不要开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去休息一下，好啊，结束了。哎呦，隔天再换一台法拉利的钥匙去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不错吧？看小师长知识啊，又教你们一招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钥匙有跟北蓝的，这里有个孔，我记得 G 三七郎也有，它这个就是放钥匙而已，它就是放钥匙的功能而已，不要怀疑，它不是说你要插在这边才能发动哦，你不插你也可以发动哦，你看。所以这个洞就是给你放钥匙而已啊！以这个高度，我真的觉得其实坦白说有点北蓝。我为什么要放在那边？对啊，超难拿的好不好？然后这台车其实当初我们买的一个重点，它的里程数两万，好了，我自首啊，其实我买回来只有两万公里而已，被我开了一千。你开蛮多的嘞，感觉很爽啊！开这个车，你看这方向盘都真皮的，那我握起来我觉得稍微细了一点点啊。哦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盾形的造型啊，那它有定速，但是就没有 ACC， 那时候没有 ACC 啦。那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屌，它有环景，有没有环景？我看一下，让你看一下。切换视角。啊，你切换视角就会变成这样了。哦。旁边你看可以看到它帮你画离这个人行道有没有多远、哦？后面再接继续开下去会撞到这棵树，有没有？啊，前座我刚刚讲的有电热椅，没有电冷椅。哎，有一个很特别的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可以把后座椅子把它电动升降起来？这个功能的开关也有做设计在这里。可是它只有起来的功能，没有下去。它是说怕伤到，如果后面有人坐，你按下去会被夹到，不会夹死的。干你妹，椅子夹死我喊，其实我喊再给我椅子夹死，好不好？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系统，有点圆圆的。对，这边是一个圆，这边是一个圆，各像一个独立的座舱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真皮的中央扶手，这个地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，好、哦，自备架就会出现。你看它连这个 push open 的这个胶都还没撕掉，这很软的，这皮革很软。
超级有质感的，有没有？等同 Sapiro 中央时钟，听起来好，我们讲高级一点好不好？等同 S Class 等级，好、哦，中央高级时钟。好，那我现在它这个一样电动的方向盘，哦，前后上下都可以调。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的空间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蛮大的，还不错。上面还有一颗半的拳头。哦，那现在我坐的比较前面，如果我的脊椎要靠近椅背的话，是这样。我知道了。所以那个我们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汽车评论，有没有钱拿越多就坐越后面，越后面越贴，有没有越贴？啊，钱拿越少就坐越贴。哇，这个空间不行。有没有？如果坐这样的话，你看还可以翘脚呢。好，椅子非常的有支撑性。我想椅子硬就要讲什么？有支撑性嘛。啊，椅子软要讲什么？像沙发一样很舒服。所以这个要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形容啊？说小姐，请问你有在卖吗？他说卖你妹，你才在卖啊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换个问法，请问小姐你有在兼职吗？哦，有哦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句话的讲的方式很重要啊。有一个，我就有一个重点，它这里都真皮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也一样，金属的饰板。好，它全车是 BOSS 的音响，可是很奇怪哦，我看它的前面的高音喇叭跟中置喇叭这边。那它前面这个中置喇叭也有 BOSS 的字样，但是这个高音喇叭跟门板上面就没有 BOSS 了。现在马三不是都每个都会有？对啊，它这个就都没有 BOSS 哦，还蛮奇怪的。那有一个蛮重要的啦，我觉得这一种车型啊，你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，其实上车我觉得会比较方便，因为你车子太低，膝盖要蹲嘛。那像这一种的话，它只要稍微的一脚跨上来，它就可以直接坐上来，像我刚刚这样坐下来，膝盖是没有出力的。好，那下车一样嘛，我们上车以后，下车一样这样，直接就站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看我的脚的弯曲没有到九十度嘛，还超过九十度，因为你如果脚膝盖在九十度以内，就是蹲下了嘛，要起来就比较累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脚是超过九十度的状况，其实起来是轻松的。好，所以家中有长者特别适合开这样子高度的车子。因为它这个高度其实没有正统休旅车 SUV 那么高哦，其实它还是矮了一点点哦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好不好？那我们出去试一下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，走。再试鍵感，特よ。開車にくいに。マシの。我其实蛮舍不得卖这台车，干没台车舍不得卖哦。没有，这台车我想给我爸。你知道我爸现在是开那个 QS60。七人座那种，然后他退休那个车要还公司，然后选通哪塞掉哎哈，这台车多好，2016年五年车跑20000公里，很少，还用坑在车口呢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车是一个是我们妈妈那个年纪，好、哦，他有来我们店里，他很小心哦，因为他本来请他儿子来卖给我们嘛，结果他妈妈坚持哦，让他觉得说想要这个亲自来我们店里确认一下，说这个店家安不安全。然后他其实还有另外还有一台那个他这台的旧车是一台 X Trail。那时候是想说，退休了，然后升级开一台好一点的车，换了这个车就都没再开，舍不得，因为他有在载一只飞盘犬，用 S Trail 载他出去散步。后来他换了这台车以后，舍不得小狗上这个车，怕抓到或什么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他说现在的休旅车很奇怪，后面的窗户都做得很小片。阿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会不会流线吧？对，那以前 S Trail 还什么那种挡风玻璃都做超大片的，有没有？好啦，这个引擎拉转速的速度应该也不用我多讲了吧？这油门超轻，拉转速超快。好，你看我要踩喽，拍一下转速哦，已经超快。超快，哇、哦，它拉转速真的超快。它的速度到超过约莫3500转之后啊，那个后面两根排气管双重奏的声音就出现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坦白说，我觉得它这VQ 系列的引擎，好，这个 V6 的这个引擎，它的那个旧款35的时候有没有哈？包括 FS35 啦，或者是 G35 啊，好，350Z 啊，他们的那个排气管出来的声音是偏低沉的。那后来37改成铝合金的引擎之后，然后加上可变气门之后，其实它的那个声音是比较偏高亢一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们的声音以前哈，我在路上听到那个 FS35 开过去，就是有一点像牛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也为什么那时候 Sentra 被我讲像牛叫声那种感觉，只是这个牛比较凶嘛，那个牛像是妈的有点年纪在惨叫的牛啊。FS35 那时候牛叫声是比较凶猛一点的哦，那这个声音又高一阶了哈，它是砰，
哦，比较高。那没有音乐造诣的朋友不要勉强好不好？刚刚其实有差了一个 key。除了这个很新以外，很讶异它这么新以外，我的另外一个直觉啊，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，哇，这台车开起来好轻松。因为我以为它开起来会视野很差，因为我的那个旧思维还在 FS35 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会以为这个车的赛，因为从外面看起来它很肥啊，轮毂很胖啊， FS35 开起来像灵活的胖子，它还是胖子哦，哦，是它动作比较快，比较灵活一点，可是这台车开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种感觉。阿丹，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数据，我觉得这个 size 可能跟 CR-V 差不多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开起来是舒服的、轻松的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是它的坐姿是偏高的，像我现在坐姿调成这样是最低的状态，不能再低了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头离屋顶好近，有一点压迫感。现在还有开天窗，关起来压迫感很大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我今天头发吹太高？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我觉得它这个方向盘虽然它有这个前后，有没有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其实不够厚。它的坐姿让我调得很奇怪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，虽然它有前后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调到最前哦，最靠近我。其实你看我的手的这个姿势是不标准，过圆，所以我势必要再坐更直，好，这样才是标准。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开车我不舒服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底盘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里程数真的很低啦，所以它的四支避震器，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它是很新、很好的、很完整的状态。那我觉得会有弹跳感。这车重1.8吨，正常来讲1.8吨的车应该不应该让你感受到太多的弹跳的感觉？尤其这台车会哦，你看我们刚急加速要上这个环东的时候，其实弹跳感很明显。我觉得它的底盘有一种比较运动化的设定，虽然它看起来镀铬这么多，银色的饰条，还有这个和服，是不是和服的皮椅？啊，环抱式座舱有没有？这里有环抱，延伸到这里把你环抱起来。那我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好，我也是被环抱起来。那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像高级的一个轿旅车，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的底盘蛮富有运动性，这是真的。再加上它的引擎啊，325匹马力，也让你觉得蛮富有运动性的感觉。那这个车我觉得最大的败笔，除了税金以外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油耗。你知道它官方公布数据市区啊，1公升油耗是多少？6.2，它已经灌轰了，你知道吗？硬灌轰进去了，还只有6.2而已。其实你看它只开2万，所以其实它没有花到什么油钱。但是你回去如果开多一点，你可能油钱你就会开比较多了。我有发现哈，我到我家地下室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有那主动式的转向头灯。可是我虽然说这个底盘很运动化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你在低速的时候啊，它的震动吸收非常好。它这个避震器我觉得设定的还不错，你看我们在低速的时候过一些坑洞，其实它都能吸收很不错，但是你速度起来以后弹跳感就会很明显。不过我会喜欢这个车，其实主要一个是反映在它这个价位啦。我常常在讲 CP 值，不是说我怎么会每一台车都好像觉得很喜欢，而是它有它的价值啦。我举个例嘛，哦，跳弹车 Sentra 有没有？我不是不喜欢它哦，你有那个片，你如果仔细的一而再再而三去琢磨我的内容，我没有讲它很不好，我是讲说如果这个车假设它是卖在70万或是60几万 ，OK 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价钱的问题。没有一台车是烂的啦，你说我最讨厌的纳智捷好了，随便一台车啦。小师哥，你真的不收纳智捷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就不收啊。那5万的比较好啊，来啊，对啊，看，要不对不对？阿鲁说啊，8万好不好？哎，我想一下，对不对？类似这样嘛。所以不是说啊，我们见一个爱一个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物品有它的这个价值嘛，好，在我们心中对应的价值。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推荐一些，哎，我觉得有价值的车子给大家，它对得起它这个价格，它隔音真的不错。我忘记这次忘记拿那个分配器。而且哦，有时候我很喜欢听这个玻璃关起来的那个接触的声音，有的声音很频率很高，哦，有的声音孔关起来那个声音很扎实，有的一听你就觉得那个玻璃的声音是清脆，就觉得哎，欸，玻璃有点薄，然后顺便去接老板娘，好吧？这个看小事长知识，这个老板哦，活到40几岁，跟你分享一些跟女生之间的一些妹妹刚刚要注意的，好吧？女孩子有3个时期不能惹她，你知道吗？月经来之前，哦，啊，第2个时期月经来的时候，第3个时期月经过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惹她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就可以这个全身而退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全身而退了。那月经停的时候呢？你是说更年期哦？对啊，那离完很遥远啊，我不晓得，等我遇到了再跟你分享。
不要再讲女生了，好不好？每次什么笑话都要这个诋毁女性，已经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讲男生要不要？有四种男生你必须要这个给他 respect。第一种是这个看 A 片不快转的人，代表他踏实；第二种是看 A 片不打手枪的人，好，代表他正直；第三种是 A 片看完，好，还没有射出来的人，代表他坚持；第四种你已经出来还把 A 片看完，代表执着。只有四种人，你要觉得要对他敬佩。那、你哪一种？我现在是。不是，你是那个挑片子挑很久的，挑到最后好不容易挑到满意，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看是这样，你 Pornhub 最多可以翻到几页？哎、欸，下次可以比一下，对不对哦？看上 Pornhub 这网站最多你可以翻到几页的这个记录，你到底有多挑？啊，看一看，哎、欸，是还不错，画质不太好，下一片。这个角度不太对，再下一遍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太恶心了？再下一遍，是不是这样？妈，每一个都有理由打枪，你是不是这一种的？我是蛮挑的、啊。等一下再来，老板娘就不能讲，趁现在赶快讲一讲。等一下又要认真自身，哇，看一下，老公上班好认真哦。啊，最后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，虽然我们说它税金很贵哦。一年要38,000，然后油耗很凶哦，平均只有8.7。这个车现在市面上在贩售价格应该都在800,000左右，收购价我跟你讲，来重点，这收购价range超高，可能从50,000到60,000都有人在收。你这样一来一往差起来看，这个车的利润是不是相当高？因为其实 Infiniti 的车系一直以来都是属于利润比较高的车款。第一个，它的市场上的能见度偏低哦，比起 Lexus 双 B 那些车来讲，它的销售量真的没有那么高。那第二个，因为它销售量没那么高，然后它折价又高，所以卖得下去的车主很少，很少人卖得下手。你想想看，它这个新车当初199,000五年，你跟它估个50,000-60,000，你觉得它受得了？太多了。对啊，所以很多人也会受不了哦，所以会卖不下去，或者是就是这个转借给这个朋友，因为车行真的卖不下手。但是站在车行的立场，我们觉得这个车回来销售期会比较长，它不是那种我们一上架就抢到爆炸的那种车。好，比起 Lexus 来讲，其实它贩售的速度比较慢一点，所以当然里面的利润要某一些来避险做保险呐，哈，就是这个时间的风险。所以通常这个车子的利润都会抓得比其他的车系来的高哦，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。总归一句来说，虽然它还是很前期的变速箱引擎的设计，因为其他后期都改成涡轮增压了，所以说这个也算是前一个上一个世代的产物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199,000跟80,000的这个折价是够的，其实当中的100多万的这个价差，其实足以让你来支付这个油钱跟税金钱。税金贵从来都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这个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。你知道为什么男孩子看女孩子都注重外表？你不觉得美丽是一时的吗？我告诉你好不好？因为丑陋是永恒的，美丽虽然是一时的，但丑陋是永恒的，好不好？不趁现在找好看一点的，妈的，这辈子应该就没救了。再世鍵館特約。等一下再來，老板娘不能讲，趁现在赶快讲一讲。